今天是2024年的5月7号，礼拜二。哎，奶奶，奶奶在梳头发，很漂亮。好了，好。哎、欸，叫我吃凤梨。哎、欸，你有吃不？你妈大家拢叫我吃，你无吃哦。奶奶。还是一样按照这个程序去。我爱你。那我来砍掉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等下砍掉。那年底可能秋冬的时候还会有。你怎么算了？好，我知，我知。你看，哎、欸，人钱拢破千呢。哎、欸，人钱拢破千呢。嗯。这个这个，你看看啊。好了。啊。好了。好啦，我炒上呀，我炒炒烤鸭排呀，好啦，烤鸭那些，煮沙巴，好啦，啊烤鸭那个该出什么？好啦，两件，好。你吃点。